你看，你以零为投票数，你全部都是零。对啊，然后没有你的零票数是你要看那本有盖那个人家进去拿印章，你们盖上去有谁有投票的那一本，你要拿那一本来算才对啊。你不是说开票数加起来？一号分嘴票。无效票。赖清德一样。哎，那个柯文哲怎么记下那个赖清德呢？庄库炫一票。麦克报报，艾丽莎莎开枪喊坐票后道歉，纷声乱唱名记名宣布当选。讲话比较注意的，要说点。我也在努力当中。对啊，大家一起努力，加油！100万 YouTuber 艾丽莎莎，2024大选前政治魂燃烧，积极表态力挺柯文哲。结果嘞，柯P输给赖清德约189万票，令连清冷脆心到太平洋。他发全黑图说支持阿北不会后悔，难过一天就好了，明天开始要振作，并连发 IG 限动质疑坐票啊。你看，你以零位投票数，你全部都是零。对啊，然后没有你的零票数是你要看那本有盖那个人家进去拿印章，你们盖上去有谁有投票的那一本，你要拿那一本来算才对啊。你不是说开票数加起来？无效票。庄库炫一票。反骨男孩孙生跟进模仿搞笑，梁云飞也轰开票过程是不是需要改进啊？这一切对所有候选人都不公平。但选务员上 PTT 打脸，一票轨都会检查在封箱，二没有规定选票要折叠，三现场各党员互相监督，根本不可能坐票。艾丽莎莎立马认错写坐票一词用词过当了，抱歉。王美四叉猫说艾丽莎莎活脱脱把自己活成一个色尾的五虎将，八毛律师则担心他的脑子没事吧。讲话比较注意的，要说点。我也在努力当中。对啊，大家一起努力，加油！三立娱乐新闻加油报道。